今天来教大家脑力捻转的内转180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啊。第一阶段第一步，一定要隐身下蹲，让你的双手插在你的身体两侧。第二步呢，我们要向后提拉，提拉你的后脚，切记在落地的时候前刃落地，头一定要顶住，后手一定要向下插一下。3、2、1，看到后面，记住隐身下蹲，你的前腿一定要踩住，后腿呢用你的后手向斜后方提拉。3、2、1，看过来，最后前刃落地。这回我们来做第二阶段，利用前刃的旋转力惯性向内旋转。记住旋转的时候不要害怕，相信科学啊，有种拿后脑勺往后倒的感觉。看我先走前刃后刃，好，前刃下蹲隐身，第一阶段动作后刃落地。好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做完的时候后刃斜着落地一点，会防止你卡刃，一定要把你的重心踩住。来看我前刃后刃，前刃下蹲，第一阶段动作后刃落地。好，稳住，停下来。我这就去拥抱你，大家走马看你啦啦啦啦啦。大家前期在练习脑力内转180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害怕，因为一旦害怕了，你的动作就会变形，一变形你就容易受伤或者是卡刃。那么你学会了吗？